红颜浑入画。妹妹，你说我们怎么救春秋姐姐呢？你们两位去找诸葛引龙先生，求来这明草古卷。卷给你们也无妨，但两位姑娘也得亮点本领出来。我们不自量力，就请先生画下道来。我这两个徒儿小满和韩露，一个喜欢弄笛，一个喜欢舞剑。若两位姑娘能在他们擅长的武器上赢个一招半式，我便将古卷相赠。姐姐请赐教。赐教不必，不要一会儿打输了拨鼻子就好。见您寒霜人如露，要怕请回。哼，人如朝阳剑如风，姐姐赐招。